现在参加 Parmashiva 二级的超能力点化，然后现在的环节是在喂象神喝流食，我现在喂的是椰奶，因为中国大陆没有那个没有真正非暴力的牛奶，所以我们就喝椰奶。然后大家注意看啊，刚才我们已经录了很多，他喝了很多勺了，但是我希望就是拍的更清晰一点，所以我就再拍一次。Om Nityananda Paramashivoham， 大家注意看啊，我的勺子是没有动的。然后他这一勺，他刚才刚刚开始喝的时候，他会滴下去一滴是，可能是因为太满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太满了。但是大家看剩下的大半勺，他是没有再往下滴的啊，大家仔细看，没有往下滴。然后就是，这个象神是我自己制作的，我用软陶制作的。软陶制作它是有，就是用高温烘烤过嘛，就它是不吸水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验证，就自己用软陶捏一下，烤干以后试一下它到底吸不吸水。而且吸水的话，哪怕是吸水，它也不可能有这种速度，所以这是真实不虚的。所以我们就是物质的逻辑，它是站不住脚的，我们的二元逻辑它是站不住脚的。看到没有，它滴下去的其实是因为我把这个勺子放到嘴巴上，就是它那个满出来的，但是我的勺子没有动，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勺子是没有倾斜往里面倾斜，所以它这个吸水的速度已经不是你用二元逻辑可以解释的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是这个视频先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啊。